好刺激哦，高低都可以哦。
可是你一开始就重点要在这里开始的位置。好，那我要计时喽。啊，预备哦，预备哦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二一零。哦，刚刚好，恭喜，很强。这里是一个法圈，然后我们需要你一开始要在这边，我会计时，你别开始高马尾，五秒里面绑完，计时，要不要帮他？完了，我觉得他很像是专业的，预备，等等，不对，你要先这样放在这边，三二，开始，五四三，不行了，二一，加油啊！刚刚好哎，啥耶？超强的，可以，给过，好强哦！你想什么？我要问那个。刚才问过我内裤。我们今天是五秒马尾挑战。预备的动作在这里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！看起来很会绑。我不会。三，不对，预备动作不能这样。对，预备，三，一开始，四，二，一，哇！恭喜，好强！真的，挑战五秒钟绑马尾，五秒，等等，我要记秒，不管绑怎样，绑得起来就可以了。预备，三，等一下。声音开始，真的，三二一 ，Go！ 三二，哈！哇，强哎，四秒多，4秒多，超强的，五秒绑高马尾，你做得到吗？五秒吗？对啊，我会跟你计时，预备备，三二一 ，Go！ 多高？要多高？二一。失败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要不要绑起来，给大家看你绑马尾的样子，绑漂亮就好。我来计时看看 ，Jessica 绑马尾究竟需要多久呢？哦，额头很好看呢，哇，哎，好看，我现在看不到哎，应该很乱。啊，你头应该蛮乱的。哇！漂亮！为什么要绑着提高马尾？因为我的腋下还是要不要出来一个？这个你要看它软，但是我用这种。好，了解，谢谢，预备，三、二，一，开始。啊！成功，很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帮他绑，三、二。可以的。高马尾五秒，哎、你要绑马尾吗？对啊，法圈。哦，我不行，我接法，所以我弄很久了。哦，了解，谢谢。好啊，谢谢，打扰你了。我头发那么短哎。只有五秒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。还可以耶，四秒哎，恭喜！